不是走完伤，爱你不会的模样，爱你最深的绝望，我的苦一场。
接班以后，饥饿的这个种族被其他异族赶出了他们的家园。失去家园的族群痛并思后，团结一心，再度发挥他们的力量，胼手胝足，战战兢兢，终于重返美丽家园。在佛光大佛的加持下，祝福我们如同故事中的龙族，扭转乾坤，荣耀星辰，好运嗡嗡来。再次感谢今晚赞助光照大千的功德主，福山寺信众功德主赖一鸣功德主，祝福大家2024年云水自在，祥和开心。